常常到超商买东西，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哦？有网友 po 文分享说，他到超商买了一份生意大利面回家当午餐，却被家人问说为什么要叫生意大利面？难道是因为没有煮熟吗？而这个问题可把网友给考倒了。事后回想，像是生吐司、生啤酒等等商品，加一个生这个字都会卖得比较好。也很好奇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也为您找到专家带您解答。近几年吹起一股生食风潮，除了生吐司、生巧克力、生啤酒之外，现在还有生意大利面。只不过这个生意大利面的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生意大利面不知道哎，不会是中间面团没熟吧？是像生吐司那种吗？加一些牛奶还是？就有网友在网络上分享，自己买了一盒生意大利面当午餐，回家以后爸爸问这个面是生的吗？不然怎么叫做生意大利面？让原 po 当场被问倒，只好敷衍说可能是面没有煮到全熟吧，还说这该不会是现在的流量密码，只要加个生就可以卖得比较好。对此有网友解释，这个生在日文里是新鲜没有经过加工的意思，所以生意大利面就是没有经过烘干加工的面。市售的干燥面条它有经过一个风干，因为为了延长它的保存期限，也都是有的，只是说我们的一些人工的人力成本，在健康意识抬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再把它延伸出来。原来生面的技术已经行之有年，过去因为成本考量，餐厅大多使用烘干过后的面，降低人力成本，也能延长保存期限，口感较 Q 弹有嚼劲，也难怪在日本盛行，跟着流行到台湾。记者刘志林一新台北报道。